惊蛰，万物出乎震，震为雷，小雨化除锦宫城，城池山。在云台花海之中，我听见了他的心跳声。他葬身红宗，自藏金瓣，从这一刻起，日暮穷途，万劫不复。什么？一切都来得太快，道君、假意，不要再做无谓的牺牲了。活下去比什么都重要。我绝不听命于你。